大家好，我是金红，我是秀清。我们今年将会在线上母语学习论坛给大家做分享，我们的题目是2015年小学华文课程知多少。母语论坛的发布日期是8月29日，请大家登录以下网址 mtls.edu.sg。 让我们陪伴孩子在母语乐园中茁壮成长。